手相见。Oh。
着有情呀、啊、情来稳，我还分一要查真相，问底怎么跟。我来问你，你父有多大年纪？五十有余。今日作何心计？万万之母。他叫何名字？父名苏玉。哈，咁就奇怪。老爷，此话怎解？一次，此人发出一宗命案，被害者十几岁，系个珠宝商人，姓名官职，职官奉长，也是姓苏名玉。
禮請坐，謝座。姐夫，自你上任以嚟，一直為劉松一案昼夜辛勞，今日才得如下，小弟特設便宴，一來為姐夫你洗塵接風，二來嘛，姐夫殺劉松，平民憤，也應為此慶賀啊！多感性情，只是我一生為官，追記夫人曾言，此乃佳言，佳言也罷，官言也罷，今日無下親身啊！大人，莫非有什麼緊要公事？朕為此而足。此足乃是我贈與表姐清換卡，你從何得來？是賴刀頭所贈。賴刀頭，切是賴刀頭進見。參見大人，你抬頭一看，這是何物？是一隻玉竹啊！你從何得來？朋友所贈，他是誰人？帶來見我。我記起嚟啦，係我買翻嚟嘅。係你買翻嚟。係啊，大人。買自何方？珠寶商店。買咗幾隻？只此一隻。多少银两啊？80两银。买几何方？珠宝商店。买咗几只？只此一只。多少银两？80两银啊！80两，八十两。哈，嘿。人来啊！两位请起。请贾知县赖东堂西厅歇息。却说，岂非错？
若果找到龙族下落与凤族配对成双，那就要凶杀我大有干连啊。龙族现在何处啊？已命兰骨家童开棺寻找。you
半夜潜到松玉坟前，所因何干啊？大人，听我大人要开棺验尸，下官怕酒漏风声，故而前来守噶。哦哦，因何不大公差呀、啊？为免酒漏消息。为何激掌为号？因何掘墓爬尸？大胆大人，我话开棺检验，你要提前行事，毁灭罪证，还敢抵赖？不知大人有何凭证呢？系啦系啦系啦，男女嘅状子未足为凭，赃物逢足不足为据。呵呵，你抬头一看，这是何物？是不是就是刘松的断子呢？刘松的断子，伸出手来。义凡也多问责。
此话又怎解啊？你坐低，我再同你慢慢讲。你谂下，我啊只不过系个七品员工，即系事事五二不多，怎能做风云嘅五备呢？秒世啊神不大，岂有斩刘松嘅大权？哦，唔通你身后有人？哎、当然啦。边个啊？此人乃是一位黑黑有名嘅清官，仲系一位四品王堂添。姐夫真系醒目噶啦，姐夫。
由我方处。
你就讲吧。系佢要我将刘闯嘅工作、拉人嘅证词送入案卷之内。吓！嘅假证假供啊！
恨你也在恩情今朝thank you。
泪
青朱善，何以正过百而复问心？我故恩情朱善嘛，先至罪人人鬼。Things
是大賞。大賞，我唔係大賞。我得大賞來。
之執法難，但望賢妻無所以。悔我还心志。
是张坚平之策后人啊。我当时讲嘅系你，对，就系这个你。